第四十三條，咁呢度咧佢就問啦，啊邊一個 region 咧就 represent 呢個 solution 啦 ，y 大過等於四啦 ，x 加 y 細過等於八啦 ，2x 加 y 大過等於八啦嚇。咁y 大過等於四喺邊度咧 ？y 等於四咧就係一條橫線嚟嘅，就係呢條橫線。咁啊大過咧就梗係向上啦，係咪？向上 y 大過等於四，咁所以咧唔係一就二噶啦。咁即係話 CD 冇可能啦。咁然後啦 ，x 加 y 細過等於八喎 ，x 加 y 細過等於八咧，咁就應該係你爭在邊條線啦？咁你睇翻咧，如果你 x 加 y 等於八嘅時候，咁你個 x intercept 同 y intercept 咧，應該都同時等於八嘅，咁即係話 x 加八咧，其實係講緊呢一條線，呢一條線 ，OK？ 咁佢都會向呢邊噶啦。點解咧？你用個 point testing method 咧，將個零零嚇呢個位啦。你發覺擺個零零落去咧，零加零咧就真係細過等於八嘅，咁呢樣嘢啱嘅，咁所以佢向呢面。咁好啦，咁即係剩低一條線咧，就係橙色呢條線啦。咁呢條會係二 x 加 y 大過等於八啦。咁你 check 一 check 咯喎，咁佢向邊面走咧？咁你擺個零零落去咧，發現如果零二乘零加零咧大過等於八咧，呢樣嘢係錯嘅，即係話咧佢唔會向呢邊嘅。佢唔係向呢邊啊，唔係向呢邊。如果唔係向呢邊咧，就真係向另一邊啦。咁即係幅圖咧，俾呢三條線夾住嘅咧，咁就係呢一橛啦。OK， 咁個答案係 B。